小遥控玩。整天学习学习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明天放假我打算去野营，有一起的没？我要去我要去。我也要去我也要去。好，那我明天负责带帐篷和地毯，你们带一些其他的必需品，然后我们到东边的森林边上集合吧。到时候呢我们第二天。小坚果你来啦。我也来啦。大家都好棒，带了这么多东西。因为学习成绩太差，我带了数学书、英语书、化学书，准备好好看一看呢。笨蛋，你以为这是学习小组啊？但是怎么了？想要学习还不行啊？我们是来玩的，不是来学习的。你带的东西一点用也没有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带了什么有用的东西？我带了篮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乒乓球。你带的东西才更没有用吧？你的没有用，你的才没有用呢！你的没有用，你的没有用。这两个傻子，我再也不要和他们一起玩了。野营带什么？喜欢记得订阅哦。